ground shake.275万跟365万，直购价，这个要解任务才可以买啊，先买这个。刚改这台 LF22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护具我就直接改到满啊，升级到满。反制系统呢，用给它用这个是啊橘色烟雾好了，等下试试看飞行效果。炸弹呢？高爆燃烧瓦斯急速，试试看这个多颗的操控的部分，我就用竞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涂装的部分呢、啊，有冷冬啊，新条纹，新条旗，这是什么耀眼？哦，这个美军飞机吗？有点像。哟，这有涂装。哎，这什么绿色的？哇，这好花啊！独角兽先生，这跟我后面那台一样啊。这台我就用这个雪碧啊，雪碧升天的红配绿嘛，对不对？OK， 然后这个喷漆的部分，给它换个颜色。那我变哪边啊？尾翼整个机身颜色换了，看不太到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红色的话，给它黄色好了，应该是找黄色。橘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赛车黄、正黄色。绿色，好啦，绿色啦，搭配飞机的颜色，好吧？那个副色调的话，我就随便用个颜色。这是哪里啊？OK， 飞机旁边呢、啊？旁边，这个就深色系吧。啊，红色。好，它的武器有什么？追踪飞弹。然后推进器，哇，200000加上去，哇，好，试试看哦。改完了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飞机哦。又下雨了、哦，怎么那么爱下雨啊 ？OK， 我们直接试试看它可不可以直接飞啊？因为它就两个轮子啊，所以我觉得它下降，它其实，我觉得它下降可能会有点危险，先试试看。而且它起步很慢啊，如果你没有买推进器的话，它可能移动就像这样子吧。OK， 那你买推进器之后，直接飞上去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哦，OK， 它会一直喷。我觉得它降落可能就需要一点技术了，然后它的尾翼是这样子，射击像这样，OK， 然后试看飞弹。看一下第一人称哦，一人称长这样子，然后我看外面，哇，好高哦，看这样子。OK， 我把它换回来啊，这个机头不太好控制。然后它的爆弹是什么？试试看啊，它的打开舱门之后，它的爆弹长这样，打开之后，然后可以切换空投。然后按住叉叉可以一直丢，这样飞太高了。看不太到下去，我低飞好了，低飞轰炸试试看。
还蛮顺的。哦，爆爆爆爆爆！哦，看不太到啊，看一下前面。OK， 奇怪，地上爆炸跟我飞机什么关系？为什么震动啊？哦，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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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晃，好晃。好，这次呢，我们就直接飞回去机库看看，看看它如果下降会怎么样。我先把那个炸弹先收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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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按错了，这个是烟雾啊，喷那个烟雾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它没有动力了啊，难怪它会这样子，怪哦。收起来吗 ？OK OK， 收起来了。那收起来比较好控制啊。哦，这样反而不好操控，把它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它怎么在冒火的感觉啊？是不是快爆了？我给它喷烟长这样子。咻！咻！真的感觉快爆炸了，是不是啊？它没事吧？它？应该是没事吧？我的感觉真的是快爆了，哇，飞好快！我们试试看下降，如果可以安全降落的话，太好控制了！是谁在瞄我？OK， 准备下降哦，下降哦，哦。下降有麻烦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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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 OK 的 ，OK 的 ，OK。好啦，这个飞机就要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关注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